欢迎大家收睇今日嘅直播。今日就天公造美啦，天气非常之好啊，咁啊啱晒踢波嘅。睇下一阵场波嘅比赛过程会唔会同个天气一样咁好先？非常令人难忘嘅一个球场，比赛都多咗分色彩啊！开波，朗尼，好，而家一个传球，哇，呢啲就叫 power 啦。巴治奥，巴治奥。试下呃埋去啦，传射佢，食唔应啊！防守嗰边松口气啦。唉，我个同行话斋，超级大傻仔啊！我谂系讲佢。飞咗出嚟，边度会追到先？危机暂时就叫做解除咗。恩斯治尼为脚直射，有机会入波。呢球真系可惜。呢个比波咧，要好好嘅眼界，凹个头凹得咁靓。哇，跑得真系快啊！今次啊，输俾后防球员啦。不过佢唔使几耐咧，相信就会再嚟过啦。直接长传，个波而家喺朗尼度，睇佢把唔把握到呢个机会先。及时解围啊！有冇队友可以立翻个波咧？大班啊，开俾近嗰、那个，一脚踢走呢个波。朗尼传入去，后除一摇，最后啊顶得麻麻地啦。曼联喺禁区入边大把球员，冇用啊，人多手脚乱，嘥晒机会。会是界
孙整脚直线，保罗大班啊，可以解围啊！个波传向左翼，咦，控得几靓，跳起一顶，整多下头槌，不过结果好嚟到半场休息啦。听完上半场之后，我谂两队喺更衣室里面吓，俾教练闹下啦，都可能要谂下有咩方法可以入波噶啦。努力啲啦，两队都系差些少运啫。上半场打完啦，曼联上半场其实打得几好噶，但下半场咧，佢哋可唔可以 keep 住个队形同埋个斗志啦？场波冇乜进展噃，比数都仲系零比零。下半场开始，曼联对自己的表现应该挺满意的，虽然比数看不出，但最重要就是不要失去耐性，等多阵有机会有好结果的。向右翼传出，保罗大班啊，大班啊，喂，餐屎啊，入波啦！反击咪就应该咁咯，越简单越好，眨下眼搞掂。场边已经进行最后确认噶啦，或者好快就有球员调动噶啦。佢哋换咗个飞毛腿，睇嚟可以有啲贡献。曼联领先一比零。呢个球员天生就系晓入波嘅，就算成场状态唔好，都照入。大班啊，传去侧翼，脚法真系好啊！高波传中，踢咗出嚟啦。这个位置不够好啊！哇，禁区里面咁多自己有都不俾喎，难怪入不到啦。解围做得不错，这个直射，有没有入啊？入咗冇啊？比数进一步拉开了，这个距离怎会射失啊？你看他有成个猎人那款的，攞波又快，起脚又快。他们攻入今场比赛的第二球，现在就好机会可以乘胜追击了，突破了阻路了，看看可不可以好好利用这次机会，大脚解围，踢埋上去，解围成功，有没有机会打反击呢？是突破的好机会来的，这脚直线一下劏穿了，大班啊，这球比得麻麻地了噃。嗱，呢個波俾得唔係好夠力啊，咁所以對手咧好易又可以截到。巴治奧攞到波，睇你呢下啦，完全阻唔到佢哋啊！哇！嗱，值得欣賞咧就係佢哋唔單止係搶個波咁簡單，仲要係攞到個波之後點做嗰下好嘢。
已经有球员在场边热紧身噶啦噃，系咪要换人呢？要赞咧，佢系意志力应该几好嘅，不过咧有心无力啦，教练换佢落嚟都啱噶啦。曼联球证表示比赛结束，曼联完全系高对手几班啊，揿住对手嚟踢。Kimena 点样总结今日呢一场波咧？嗱，呢啲啊叫做双翼齐飞啦，两边咧都见到佢哋好多攻势，左边又有，右边又有，对手顶唔住啦。不过我哋今日咧见。